其實我可以大聲啲。從初信耶穌開始咧，翻舊教會咧就係、是、個禮拜都要主學嘅，我係翻到足嘅，翻足八年。我一路都覺得我唔好明白神嘅説話，但係喺嗰八年裏邊咧，我好似喺知識上嘅層面知啦，知聖經啦，但係唔入心。又不好明白，但是今次呢就来了这个教会啦，今次是第三次来的。我第一次来，即是每次来到呢，叶牧师都为我祈祷，使我能够释放。因为我睡得不太好呢，每次祈祷释放我的人呢，我就其实很眼瞓的。即是来到查经坐在这里呢，我是很眼瞓。但我都堅持坐喺度聽。我第一次聽咧就真係有啲混淆，但係第二次即係上個禮拜聽咧，我就覺得神嘅説話非常之好。即係我一路渴望嘅就係神你嘅説話，好似泉水咁湧落我心裏邊，使我明白。我時時都覺得不明白，其實我都保持了很多年，我每日我都會看聖經看一章，因為其實我閱讀能力是很慢，理解又即不是那麼好。咁我上個禮拜聽完葉牧師的講道，他講得很清楚，講緊神的大能、神的榮耀。他想賜我哋嘅，即係俾我智慧嘅靈咧，使我都好入心喎、啊，即成好似有啲嘢端咗入去咁樣。咁我就覺得自己嘅信心大咗好多，所以我好渴望能夠每個禮拜日，我都等住星期日我就翻嚟聽到，跟住咧就上埋主要學，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。認識教導，這個不是最後，這個是侍奉操練過程。侍奉操練過程訓練他們查經，現在是訓練查經。訓練查經，我希望能夠明白神的說話更多的時候，可以祝福到身邊的人，可以傳福音。你都省略，繼續講埋其他，但是省略那些改變，你都可以講的，即是說由開始講起，但是那些很簡單，一來到第一次就是翻去之後咧，就瞓得好咗。之前瞓其實瞓得著，但係瞓醒就好攰，要瞓十個鐘嘅。咁因為我隻手受咗傷之後咧，就個身體好差，好虛弱，每日都要瞓好多。咁騎咗操之後咧，但之前咧日頭要瞓晏覺嘅喎，瞓兩三個鐘，喺張牀嘅時間真係非常之多，夜晚要。瞓唔瞓得著都要點十個鐘，但係依家唔使啊！依家咧，瞓八個鐘咧，我已經覺得好滿足，同埋即係瞓醒咗之後咧，我能夠有體力去支撐我一日嘅生活，唔使瞓晏覺。咁之前咧就因為我太虛弱啊，不停要飲姜茶，咁咧飲水係唔舒服嘅，覺得好淡，個肚好脹，飲完仲有少少嘔嘅感覺，但係依家冇。咁我飲水，我覺得好清爽啊！飲落個喉嚨好舒服嘅，依家就係咁樣。咁跟住第二次嚟咧，我就葉牧師俾咗個錄音祈禱教我點樣去祈禱去唱詩。咁每次唱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咁樣咧就令到我腦咧平靜翻。平靜翻咧，唔諗嗰啲唔開心嘅嘢，咁咧好似心理學嗰種換框法咁樣，由負面轉向正面，咁我個人嘅情緒咧就平靜落嚟啦，跟住咧就湧出內心，湧出一啲喜樂出嚟啊，就識得笑嘅。以前咧你好難見我一個人會笑，除非係同人傾偈傾得啲開心嘢，咁就會嘻嘻咔咔，即係嗰種嘻嘻咔咔笑同呢種。發自內心嗰種喜樂咧係唔同嘅，係啦，就我以前係好少有呢種咁嘅感覺，就係因為葉牧師同埋啲姊妹為我祈禱，跟住我就跟住嗰個祈禱唱詩，就有呢種
起落出嚟。你以前嗰情緒去到幾差嘅程度啊？以前啊？係，其實真係好差嘅，差到咧，因為我患咗好嚴重嘅抑鬱症。我睇過心理醫生，佢話我患咗好嚴重嘅抑鬱症，原因係我屋企人唔中意我嫁俾我老公，咁就日日係咁鬧，早一餐、午一餐、晚一餐，咁啊一日鬧三餐，鬧到我就離開咗屋企，咁佢就鬧我媽，又係早一餐、午一餐、晚一餐咁樣鬧，即係鬧到我好驚啊！咁跟住抑鬱就三個幾月瞓唔到覺，就想吊頸自殺。屋企間房上邊有一條木嘅，我成日都諗住喺嗰度，想吊頸。咁後來我話俾我老公聽，我老公就話：你為咗我，你唔好死啦，你應承我。咁我就應承咗佢。咁就好痛苦，就病到塊面係黃曬、黑曬啊，咁樣就好怕凍，要著好多衫咁樣。其實我都唔知我發生咩事嘅。咁總之我成日覺得，如果唔係認識咗神咧，可能我入咗青山，因為我長期都唔開心。我老公咧喺大陸做嘢，做足20年，我喺香港，佢就星期六晚先翻嚟。當我信咗耶穌就成日嗌交，佢唔中意我翻教會，咁就我就堅持係咁翻，都嗌交嗌咗幾年，到依家佢都好抗拒我翻教會。總之佢唔明白我，我就覺得我嘅人生唔可以咁樣。我知道呢個世界有位神，我覺得佢嘅説話好真，佢一定可以幫助我、醫治我。我死都搲住佢，我堅持每個禮拜翻教會，我冇缺席過，除非我病到唔起唔到身，或者以前咧阿媽未死嘅時候咧就。即係阿女放大假，聖誕節假、暑假咧，就一定要翻教會探，唔係翻鄉下探佢嘅，一年一定係三次，淨係嗰三次係即係嗰三個禮拜冇翻教會啦。咁其他即係唔會停嘅，我係堅持好翻教會，但我就係好想捉緊神嘅説話，我捉唔到，因為我入邊太多問題處理唔到。咁嚟到呢度咧，咁就。葉牧師好好，佢個方法咧教到我咧，即係佢係一種類似輔導嘅形式咧，佢教到我點樣去唔可以諗啲負面嘅嘢，令到我可以起落可以提升，咁個人會諗嘢咧係清晰咗好多。我以前個腦好亂，我只得三分一時間瞓得著嘅啫，即係喺一年嘅裏邊。咁當我去睇咗心理醫生嘅時候咧，就處理咗一個問題，解決咗屋企人嗌交嗰件事。咁咧就有三分二嘅時間瞓得著，正正係因為我長期瞓唔到咧，我就好多病，我成日都唔舒服，所以我揾好多方法去醫我，煲啲咩食啊，咩食療啊，有咩好啊，點樣，甚至。我係不停鼻水倒流啦，因為原來咧，人有壓力咧，即情緒影響壓力咧，令到你個經絡會堵塞咗。咁咧，我走去學紅歌，我咧就嗰度唔好去，係啊。我總之話以前嘅情緒係好差嘅，但係咧而家嚟講咧就，你而家嘅情緒點樣啊？依家好開心，瞓得好好，就唔使瞓晏覺。總之我能夠即有體力去面對一日嘅時間啦，一日嘅生活啦，咁就去到夜晚，可能有陣時攰咧，九點幾十點咧，我就覺得眼瞓，以前唔會嘅，我唔識眼瞓嘅好似，其實好想瞓，但係隻眼咧啱係光嘅，即你想瞓瞓唔著。嗯，咁就算，即而家好大嘅改變啦。咁我想問你，咁你見到神做咁多好嘢，你有咩都會對神有咩回應咧？咁多年嚟咧，我就想神幫我啦。咁我其實以前唔識得感恩嘅，但係依家咧就識得去感恩，感謝呢位神咧咁照顧我。
咁保守我，咁醫治我。我喺我近來，我內心有一個回應，我覺得我需要去為神做翻啲嘢。我要學點樣去愛神，點樣去愛身邊嘅人，唔好淨係顧自己嘅嘢，要顧下身邊嘅人。咁我就我話我唔識噶，神啊，你教我。由細到大，我真係就係諗自己，因為我唔開心，我就係諗自己，唔顧得其他人。我依家你一路照顧我，佢保守我，我應該要去愛翻你，去照顧翻身邊嘅人。